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我们要来发圣诞节礼物喽，小朋友有期待吗？有。OK， 我们赶快来发礼物喽！啊，第一个礼物是，当当，这是什么？娃娃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来自济州岛的泰迪熊哦。接着我们发第二个礼物，大家第二个礼物，这是什么？软软。对，这是软软的笔。软软有点像冰淇淋的笔。真的，给爸爸看看。哇，然后弟弟的是一只狗狗。可爱吗？可爱。好，第三个礼物来了。第三个礼物，江江，这是什么？让小朋友看一下吧。好。咻！哇，娃娃筷，怎么是我最喜欢的？吃饱这是什么？转过来看一下。哇，好可爱，这 LOL 的。弟弟的是一台车车，绿色的。不知道哦，打开来的时候再说吧。礼物，嘿嘿，弟弟还是一台车车，姐姐是一个新的随手杯。哦，我还以为什么化妆品。属于你自己的喝水杯。哦，喝水杯啊，吃饱后现在会用喝水杯哦。好多礼物哦，这第几个啊？不知道了，我们再往下看吧。第四个。好，下一个礼物。哇，跑漏了！跑漏了的什么？护唇膏。这小朋友可以用吧？对 ，for baby 的哦。那是小的。对。翅膀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我刚刚没有看清楚。好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小瓶呀。然后弟弟的是一台洗澡可以玩的哦。那往前面看一下。这也是 Pololo 的车车，飞走了。好了，好，下一个礼物，哇！我最喜欢的，我最喜欢。你们可以一起玩哦。姐姐的是画板，弟弟的是雪花片的小积木哦。哇，好棒哦！翅膀，你的是什么？画可以擦得掉的白板笔哦。好了，这样他们平常在家里就可以有东西玩喽。这是什么 ？Swiss 是什么？中文是什么？秋。知道英文不知道中文，你也太好笑了。但是圣诞节老公公有帮你们准备了小糖果，锵锵，是你们最爱吃的软糖哦。哇，这软糖哎，芝宝最爱吃糖的。我们看看是什么软糖，我们转过来看看，先看看。好，哇，上面好像有圣诞老公公，对不对？好，打开来吃吧。因为这是圣诞老公公准备的哦。哇，吃吃看吧。好吃吗？是糖口味。嗯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你好吃吗？不好吃吗？酸酸的。最厉害的，翻着甜的什么都可以。哇，圣诞节有玩具又有糖果，真是太棒了！芝宝喜欢这些玩具吗？喜欢啊、哦。我很喜欢。真的啊、哦。祝大家生日。对，说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耶、yeah, ，Merry Christmas。订阅我们。
与你分享，对不对？